邮递员印章。忙死了，忙死了！笑笑，你忙什么呢？我要背书、练书法，还要看展览、做模型。哦，安排了这么多的活动啊！哎，你借和和的那本书已经有一个多月了吧？还给人家了吗？哦，还没有。怎么还没还？我实在是太忙了，爷爷，反正和和也不急着用，等等再说呗。哎，借人物及时还，后有急借不难，你这样拖了怎么能行？赶紧把借和和的书还掉。嗯，哎，好麻烦呢，我自己的事儿那么多，现在实在是懒得找和和去还书了。咦，嘉诚哥，你在干什么呢？哇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好厉害啊！这是邮递员印章，只要盖上这个邮递员印章，需要归还的物品将会按照地址自行回去。居然有这么棒的东西，小虫哥，快借给我用用！不行，这个魔法的时效有点慢，我都是提前几天寄出要还的东西。再说，你还记得当初向和和借书时说的话吗？那时你说的多真诚。要知道，这可是和和最喜欢的书了。他知道你喜欢，希望能用这些书来帮助你才借给你的。可是你呢？我都没有考虑到人家的这份心意。喂，哦，是和和。笑笑，我借你的那本童话书，你读完了吗？哦，那个已经读完了。哦，那你能还给我吗？我现在要用它了。借给你已经一个多月了，我还以为你一直没看完呢。哎，我马上就去还你。真的？真的，今天现在。乔胜哥，我已经答应还给和和了，求求你借给我吧，我得先度过眼前的危机啊。嗯，真拿你没办法，还给和和就好了，不要乱玩哦。好嘞。这样就没问题了。飞得好快啊，邮递员印章实在是太神了。既然如此，嘿嘿，干脆我把之前借牛牛的玩具也一起还了吧。好棒啊，居然自己动起来了，好像在看马戏团的魔术表演。嗯，真好玩。喂，我刚刚请邮递员把你的书还有玩具送回去了，不要出门哦，一定在家等着收哦。这是什么？哎呀，肯定是笑笑要偷懒，玩起邮递员印章了。邮递员印章太好用了，这么省时省力，不管借东西还是还东西，实在是方便呀。笑笑，这是给你应急用的，你怎么能拿它乱玩呢？既然当初是你亲自借来的东西，如今就应该亲自还回去。哎，这有什么呀？小虫哥，你想的太多了，反正归还了不就行了？哎呀，真是的。这不是我的小礼兵吗？笑笑，我等了好久，书怎么还没到啊？笑笑，
怎么除了小礼兵，其他的玩具都不见了？啊，你真的把书送来了吗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用小宠哥的邮递员印章送他们回去的。什么？你居然用魔法让他们自己走回去？那丢了东西还能找回来吗？那可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啊。别急别急，我现在就去找。小宠哥，早就跟你说不要乱玩嘛，这么找下去也不是办法啊。对不起了，小宠哥，你说他们会不会被人捡走了？你看那是什么？快追！累死我了，幸亏我们跑得快，总算是找到了。可是你看，糟糕了，牛牛看见小丑球变成这样，一定再也不想理我了。谁叫你不及时还回去，这下可真麻烦了。我的小丑球，谁把你弄成这副样子？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请你原谅我。笑笑，这可是我的新玩具呀。霍霍，对不起，你的书现在还没有找到，但是请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给你找回来的。霍霍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哎，我在想当初你跟我借书时的样子，那是我最珍惜的书，但我觉得一本好书就应该让大家看的，分享可比收藏重要，所以才借给你。可我非常后悔把书借给你，你并不像你说的那样珍惜它。和和，笑笑，我不会再借东西给你了。对，我也不会再借任何东西给你了。哼。牛牛，笑笑，怎么垂头丧气的？和和的书还了吗？还了，却还没到。爷爷，我把和和的书给弄丢了。哦，哎，都怪我，害牛牛还有和和的东西都丢了，他们以后再也不会理我了。我跟你说过，借人物及时还，后有急借不难。这下你有切肤之痛了，朋友愿意借你东西，这是宝贵的情谊。可是你却马马虎虎，不把人家的心意当回事。你失信在先，受到惩戒也是自取。如今只有想办法尽力挽回了。可是爷爷，我失去了朋友们的信任，还能找回来吗？不找找看，你怎么会知道不行呢？要是下起雨来就糟糕了，书会被淋湿的。不行，我必须找到它。也许这本书真的永远无法还给和和了。嗯，这是什么？啊，给和和的地址条。啊，原来你在这儿，太棒了。哎呦！笑笑，你没事吧？嘿嘿，我要去找和和还书喽。可是你受伤了，要不我替你去还吧？不用，谢谢你，小宠哥。我知道你想帮我，可是既然是我借来的书，当然得由我亲手奉还喽。这样才算是做到了借人物及时还，后有急借不难。好，加油。和和，我找到书了，还给你。啊，对不起和和，我让你失望了，但是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希望我能将功补过。和和，还可以跟你借书吗？如果是现在的笑笑，当然可以。太好了。借人物及时还，后有急借不难。好。小朋友们，不管以什么理由借的东西都应及时归还，不然辜负了别人的好意又影响信用，当真正需要帮助的时候就得不到别人的帮助了。
这就是借人物及时还，后有急，借不难要告诉我们的意义。